由12岁咧，我就出嚟做学徒，少少积蓄，好快啫就做老板啦。当时喺香港咧最容易创业嘅，做塑胶玩具，我就向积木玩具做我嘅创业。做积木咧，圆形柱睇落去咧就好单调，再重新做多一个不同嘅，发扬到我哋嘅中华文化，一种嘅花形嘅图腾，系好有前景，可以千变万化。一个30度或者45度咧，可以砌成一个圆形嘅圈。喺当时咧，我哋可以做到一个机械人出嚟。模具我製造咗出嚟，亦都好成功。但係咧嗰陣時間咧，我已經債台高築啦。到最後咧，因為資金不計，我要將依個積木放棄，專心咧幫人做模，解決到我哋整個企業嗰啲工人唔使失業。今日嘉里國際已經40年。1971年的積木重新拿出嚟，去到做我哋的宣傳啊，個精神啊，創意嗰度。新冠疫情之下咧，整個企業係沉思著我哋點樣面對，凝聚力量，係我哋重新出發。我哋董事局開個會，睇到依個積木產品。喂，我哋可唔可以再改良，利用我哋嘅工業再生產佢，推動到整個企業可以成為我哋面向包括大灣區整個世界我哋嘅品牌。依、這個就係我哋嘅佳樂磚，依、這個名稱佳樂磚咧，就希望多啲人帶俾佢哋歡樂。透過我哋有一個培訓中心。我哋是免費俾佢哋家長細路仔咧一齊拼砌，一齊學習，亦都將積木送俾嗰啲學校一種智能嘅益智嘅產品。我哋希望東莞多啲設計人員同埋嘅管理者出現。嘉里國際由 OEM 生產塑膠五金做模，發展成為一間工程解決方案。人亦都因為有失敗，先至有成功。最重要就是凡事皆可能。由我50年前失敗嘅產品到今日，咁我哋可以再重新出發。我哋可以透過依個故事，透過我哋嘅工匠精神，透過賣我哋嘅產品、我哋嘅品牌，可以打造到我哋嘅百年基業。這個就係。我哋嘅企業或者我本人嘅理想。